Hello YouTube 我系 Jason， 好啦，我哋翻嚟继续今日弹珠啦。今日系2016年嘅1月1号，咁啊呢一个今日弹珠嘅超兽神祭啊，咁啊而家其实系呢一个凌晨嘅15分钟，零时15分。因为年纪大啦，唔出街玩啦，我哋喺屋企。咁而家妈咪咧就喺后边玩紧电话，咁我喺呢度咧玩手机啊。咁啊，我哋今日要抽呢一个系超兽神祭新角色卑尼夫 Himiko。咁呢个角色呢、可以话系、反伤害壁版本嘅版本龙马系啦。咁因为佢系、最能系反伤害壁啦。咁佢平时嘅技能咧就系呢一个木属性杀手。咁可以出场嘅机会都几多嘅。咁但系因为木属性嘅关卡咧比较上系多地雷嘅关系咧，用佢用卑尼夫嚟上场嘅话咧，需要有少少技术啦。咁啊，但系咧，既然有新角色出咗啦，咁啊超兽神祭啦，咁再加埋其实佢仲有其他角色咧，即系譬如话咩斯特莱克啊、妈祖啊、西王母呢啲咧，我都系冇嘅。咁所以如果我可以抽中嘅话，都开心啦。咁啊，我而家有121粒石，咁我哋咧可以抽到24抽，系嘛？咁啊2次10年啦，跟住之后咧就4个单抽咁样。咁啊，我尽可能都想咧就第一下咧就抽中啦。咁啊。快啲完事，快啲完咗个心愿噶，因为近排我啲抽胆运咧实在好差。好啦，废话少讲，我哋第一个10年嘅转，邪马台国女王卑尼夫，唔知道有冇读错啊？因为日文系读 Himiko， 中文嗰个系尼字嚟，应该系 go。今次一定系全5弹噶，单抽都应该一定会系单抽五弹，单抽都一定系金弹。咁但系咧。中唔中啲角色系另外一回事啊。OK， 金蛋就系金蛋啦，但系全4星啦。OK， 第二个10抽，喂，唔系咁黑仔啊嘛，真系2-3日就玩完咁搞法。冯招，只要佢一停咧，我就有机会噶啦。佢停我就有机会噶啦。你第一只咩嚟噶？玉龙你系咪？喂，嚟了啊，嚟了啊，嗱，色田信長 X， 我冇嘅 ，OK， 冇嘅，色田信長 X， 唔係我想要嘅，但系我冇嘅咯，哦，玉龍嘅第一隻係咪？係啦，玉龍，佢今次嘅轉蛋活動裏面咧。有出現到的玉龍啊，唔係即停順象 X， OK。係。我失聯啦，我失，係。呀，OK。哇！阿托德，哇！史特莱克我冇噶，系唔系 ？Oreo 啲运气好喎 ，Oreo 抽到史特莱克喎。OK， 好啊，我要利用 Oreo 啲运气啊！头先个单抽帮我中咗史特莱克，玉龙冇用嘅。Mother 双手嚟 ，Mother 双手嚟，我哎揿到 ，Oreo 嚟啊！哎呀！Matilda， 马提达，冇用嘅。哦 ，last 一次。Oreo 隻手好难揿到咯，我想讲。OK 。Oreo 都可以抽蛋，几犀利！哦，约翰万磁龙冇咯。Oreo 帮我抽到呢一个斯特莱克咧，同埋呢一个嘅，冇啊，佢净系抽到斯特莱克啫。好，咁睇一睇我哋抽翻嚟嘅蛋先，取得时间，我哋抽中咗斯特莱克啦，跟住有呢一个嘅即停顺序 X， 咁啊卑尼夫就唔中。咁啊，佢呢个角色咧，其实木属性杀手啦，反伤害壁啦。咁佢嘅性能咧，佢系速度型，
但速度型嚟讲咧，佢嘅攻击力同埋佢嗰个嘅 HP 咧都唔低嘅，咁所以呢个系卑尼夫嘅吸引嘅地方啦。咁但系用唔用得着咧，就真系好见仁见智啦。但系我系因为有新角色出现咗咧，我想抽一抽咧，所以先至会选择去一过咗12点钟之后咧就去抽咁样嘅。咁啊好啊，我哋今日咧又好唔好彩咧，又抽唔中啦。咁但系我唔想再抌咁多钱落去啊！新年啊，我哋留翻啲钱储起佢，要放金迟先再放，话唔定我等到佢有啲咩新嘅合作嘅抽单嘅时候咧，我先至会再抽过啦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日呢条片咧，我哋先暂时到此为止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咁啊，虽然我抽唔中啊，咁如果大家有咩意见嘅话，咁记得下面留言度讲。咁我哋下条片翻嚟再见，系咁先。哇，2016年第一条片竟然系抽单咯，系咁先，拜拜。